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赐福森林医宝箱是优乐片段时元神一条龙 4.8 版本西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。我们这期视频是元神 4.8 版本的一条龙全收集啊，那我们在今天上线之后啊，也就是7月17号啊 ,4.8 版本更新当天上线之后啊，任务列表里面会出现这个故事始于无语的森林啊，这样的一个传说任务啊，直接追踪的一个任务啊，这次我们把所有的任务啊，包括这个活动剧情啊，给它放到一条龙里面啊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蒙德城正中间这个锚点啊，那现在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过去，何必心急。先顺着路走吧。好，一段对话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图，那这边赐福森林这里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啊，我们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，在我们的小地图上有一个像神童高光那种的东西啊，这个叫什么东西啊，过来给大家拿一下啊，这个叫做优乐片段啊，优乐片段啊。那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走啊。好，那我们对话完之后再跟着任务指引啊跳下去。好，跟着过来路旁边这里一个普通宝箱，直接开启它，散落的财物开启之后，我们再跟着他们往前走。好，那现在他们在出发了任务下一阶段之后，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里往回走，不必心急。哦，这边跳下去，那这里是两个水史莱姆啊，一波怪，再把这波怪清掉。好，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个精致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之后，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。这边走出来，在前方这里有一只青蛙。好，这只青蛙我们站在它旁边，这里有个钩锁啊，钩锁，然后我们用那个交互键啊，用交互键调整一下角度，然后离它远它跳得远，离它近它就跳得近。好，这里我们它跳啊，跳是怎么跳，跳是攻击键啊，攻击键平移一下鼠标左键啊，它就跳出去了啊。好，把它弄到目的地，过来拿到这一个普通宝箱，拿完了之后我们在东方向地图右边过来做任务。好，那我们对好完之后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过去，把锚点开一下啊，那边的草地看起来有些怪怪的。好的，开了锚点之后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退去，这里走到这里往前走啊，注意旁边这里有两个木桶啊，这两个木桶这里他们说什么挡住了，好黑，这里敲一敲敲一敲，然后这边会出现一个金属盒，好，给它拿到，拿到之后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啊，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过去继续做任务，不必心急。好，这里对话完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啊，这边这个房子顶上啊，房子的顶部是那个优乐片段，哎，拿一下这个优乐片段。好的，拿到优乐片段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我们跳下来耶。好，这边是连通管道的这个解密啊，这解密很简单啊，我们在左手边这个旋转一下啊，右手边这个旋转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这个我们先旋转一下啊。好，让它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再回头东北方向地图上那边跑过来，这个接好了，告诉他这个啊，让魔水流动，这里看着他啊，看他，等他穿过这里之后我们再旋转一下。
好，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普通宝箱，看吗？好，这里对话完之后，我们拿到这一个普通宝箱啊，拿完这个宝箱，这一批就拿这么多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优乐片段啊，现在是十个优乐片段。那宝箱的话，最后在米游社来计数啊，米游社来计数，这里是没有成就数的，所以对不了成就数，我们就到最后再去米游社啊，对米游社的那个数量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了。